复兴乡大仑社区伫关怀据点安排了真侪课程，其中为着关心长者健康，社区特别安排老师来教导长辈带动唱，唔来当学习跳舞，唔来当达到运动的效果。长辈是跟着老师的动作做回来跳舞，为了照顾社区内底长者，社区特别请老师来教长辈带动唱，唔来当学习兴趣，唔来当达到运动的效果。因为阮真个在时段吼，当真爱带动唱哦吼，啊为着阮大仑吼诶发展吼，啊我是感觉讲这社区吼，这指点咱就甲做啊好，啊跩老诶人欢喜，咱会使用面上去，啊搁一点因人运动会当互因年年增益啦吼，啊所以我也感谢吼，啊今日阮大仑总有这机会吼，互我来服务吼，啊当然我搁较拍拼，搁较用心来做安尼，啊我嘛会成一寡别款诶班级。比如土方舞啦，吼，啊是对阮将来较有意义，吼，较值得推广的工课。配合长辈身体状况来设计带动唱的动作，避免造成身体负担。我们刚才那首歌来个蹦蹦，就有结合一些简单的体适能动作来教长辈跳，因为当平常在跟长辈相处的时候，我们会看他的体能状况，还有他能做的动作程度来编歌曲这样子。社区希望透过各种课程，让长辈大家唔来当过了欢喜，唔爱活甲身体健康。新中华新闻蔡良强复兴采访报道。